苗族有一首关于蜡染神话的古歌，歌中说，女神蛙爽为了制作撑天伞，请风神在白布上涂蜡跳舞，然后请蓝靛神将布染成蓝底白花的蜡染布，最终蛙爽女神用蜡染布制成了撑天伞，并将这蜡染技艺传给了阿养和阿卜两位苗族姑娘。 蜡染是一种古老的防染工艺，它利用蜡的排水性，用画刀沾取蜡液，在白布上画出纹样，然后置于蓝靛染缸中反复浸染，冷水漂洗，再用开水煮掉蜂蜡，就形成了蓝底白花的蜡染。苗族蜡染是苗族的民间艺术，它的审美价值体现在蜡染的纹样、造型、构图以及运用点线面各种描绘手法形成的独特审美趣味。苗族民间蜡染女艺术家们，用神奇幻化的神话思维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把各种动植物形象进行了一种夸张、变形、融合与互通，创造出一个奇妙无邪的生命神话世界。 在这个蓝色的艺术神话世界里，我们能见到鱼蝶一体交融的蝴蝶、鸟头鱼身龙、人头鱼身龙、牛头鱼身龙、蜈蚣鱼身龙和蛇头鱼身龙等等不可思议的众神形象。生活在大山里艰辛的苗族人，每天与蜡染中的蓝色众神们同欢同乐、同歌共舞，让生活 充满了美和诗意。